看起来还烧得挺旺的。报！什么事儿？大惊小怪的！有人骑着马向莫愁宫的方向冲过去了。那还等什么？快把此人给我拿下！此人太过厉害，已有多名工匠被他诛杀。没用的东西！立即下令封锁楚宫，务必拿下此人。无非，你全且回去歇息，此事交给孩儿。 Yeah!
程姑娘，对不起，我没能救得了青儿。